国人平均尺寸小，世界各国认证。所以南韩很低耶，南韩是第几？超下面的这里。哎，日本明明就比你们还大。马友讲这句话最大声了，有史以来。听说在欧洲，我们说如果你要找一个 one night stand， 你就是去意大利。哦，绝对不会去找韩国。我没有说什么。还有说你的鸡鸡小。今晚九点，同学来了。